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然后最近这个王者荣耀又更新了，更新之后这个杨玉环的大招现在不能奶自己了，只能奶队友，不能奶自己，这就尴尬了。不过他这个大招是无敌状态啊，就是开启大招之后啊，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属于无敌的，敌人无法锁定你啊，所以也攻击不到你。我们一看这个大招啊，只能给小兵，还有那个反正如果是有队友的话，就是给队友补血，不能给自己补血。身为奶妈不能给自己补奶啊，这也就是郁闷了啊。其实感觉没被削之前这个杨玉环也不是很强势了啊，现在又被削，反正所有技能都被削，被动也被削，那1、2、3、4啊技能都被削，应该还会再做一些调整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一下，下一个那个王者荣耀新出的英雄是那个公孙离，这个杨玉环还会在体验库多待一段时间啊。接下来我们就来随便玩一下啊，就是看他这个杨玉环一直开大招啊，这样子没有人能打得到他啊，可以在这个全图啊全图那个地方啊无限的烂弹，而且他这个放技能的时候他那个最后一下有延迟啊，所以说我们就可以一直点这个大招，然后到最后一下他就会就这样子就可以连锁反应嘛，就等于是一下一下慢慢来啊，大招就会一直无限的放啊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体验湖这样子来玩一下效果啊，这样子满图啊，我们可以看这个杨玉环满图转圈圈啊，挺好玩的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本期就到这里。开始一个人偷偷的回忆，为什么推开别人就只爱自己。